每当提起军人，除了他们的威风凛凛的风姿外，最让人印象深刻的就要数他们身上挂的勋章了，以及肩头的军衔了。对军人而言，军衔是至高无上的荣誉，是他们努力的结果。但是在我国，有一支队伍只有军籍而没有军衔，那就是文职干部。就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这支队伍吧。不同于其他兵种，文职干部没有艰苦的体力训练。虽然文职干部不能像战士一样保卫祖国，但是他们也是军队不可或缺的一部分，也有自己独特的方式来回报祖国。通常文职干部主要从事的是技术类、科研类或者文体类等技术类工作，主要负责科研方面的研发、武器设备的开发以及文体活动的策划安排等。比如我们熟悉的歌手韩红就是一个文职干部。因为军人和文职干部的工作性质不同，因此他们的制度和军人会略有不同。虽然他们没有军衔的授予，但同样也要分类分等级。一般来说，文职干部会分为专业技术文职干部和非专业技术文职干部两种类型，同时他们的等级也会对应不同的军衔。除此之外，无论是军人还是文职干部，他们都有零七式军服，而且他们军装肩头的花纹和领花也会根据等级的不同而各有差异。另外，在一定的情况下，文职干部还可以改任军官，并且还能参与军衔的评定、授予等。所以从中我们也能看出，军人和文职干部在军中都很重要，缺一不可。